来来了，你看那个在校的体育教室很快乐，那个水晶的鞋子的上面的。这是树雀了。跑掉了。对面的那个岩石，确实有两只哈，刚从左边飞过去一只。在哪边？如果很大就要看了。看雀鸲的后面。哦，翠鸟。现在我们前面那个比较黑的树干的左边那个鞋子，它现在被叶子遮住。还没。很多东西可以看哦。雀鸲也在树上，然后雀鸟刚刚水边那个比较深的那个树干，它下面树上还第一个叉子往左边。树干上面，树干上面那边有一只蓝色的。树干上面，树干都有变好了，这里还有一只那个观察。你讲是今年？有无？你看无？今年的。头前迄只草诶。对对对。拄啊嘿。然后有移动吗？头前迄只草诶吼，这个较乌迄只上面迄个树叶遐，第一个分叉点遐，你看嘛？左边还是右边？树干的偏左边。你看到雀鸟的鞋，我已经有点蓝色。鸟还在吗？这个角度要只有黄金看得到，要谦卑一点。来来，你们好，这边。然后刚好从这个洞看过去。你可以描述吗？这里。有。哦。看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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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不